这个旅游啊，这个。哦，就是那个农场卖农卖那个农机具，卖农机具的。卖什么？农机具的，农机啊。希尔顿酒店，希尔顿，好吃。本来我以为在那儿呢。我以为是到这里来了。小孩玩的。我们就到这儿下来了，下来然后我们走走，然后再带着娃娃以后再回去。